颖演唱会胖成张惠妹，演唱前晒出的照片预示已离婚。张静颖演唱会胖成张惠妹，演唱前晒出的照片预示已离婚。张静颖身穿灰色深衣薄纱裙演唱，网友惊呼都快认不出来了，海豚公主的变化真大，简直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。面容憔悴不说，身形貌似也成 bigger 版了，网友觉得好像看到了张惠妹啊。难道真的是因为离婚事件导致自己变化这样大的吗？这边厢媒体曝光张静颖牵手小鲜肉深夜压马路，简直把离婚传闻落实到位了。不过从照片来看，两人的关系够暧昧了，网友也表示非常高兴，希望张静颖真正离开了渣男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让她的妈妈放下心中的担忧。虽然张静颖也没正面回应，但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大家发现张静颖晒出的照片手上已经没有了婚戒，简直让吃瓜群众炸开了锅。在传出婚变和新绯闻之后的这次公开亮相，没有婚戒或许说明了一些问题。